29题，他说三角形 ABC 中啊，这个跟这个平行啊，啊这个哈、哦、跟这个平行 ，DE 跟那个 BC 平行 ，DF 啊跟 BE 平行，然后这个三角形哦，三角形 ADE 哦，这个三角形 ADE 的面积哈、哦、是等于呢全部面积的一半，二分之一哈。三角形 ABC 啊，好，那么他问哈，则这个 AF 哈 ，F 呢比上多少？比上 AC 是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看哈，这两个三角形的，这两个三角形相似，所以它面积的比哈是等于对应边的平方比，也就是说哈。这个三角形哈 ，ADE 比上三角形 ABC 哈，它的面积比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它对应边的平方比啊 ，DE 比上 BC 哈的平方嘛。啊，这个比这个哈，它说是1比2的，这是1比2，那也就是说呢 ，DE。比上那个 BC 哈，这是等于一比上根号二，也就是说这个比这个是一比根号二，啊这个比这个是等于这个比这个，所以这个比上这个是一啊比上呢根号二，根号二，哦一比上根号二，那这个就是一比上多少根号二减一，哦根号二减一。好，那现在问什么呢？问这个比这个嘛。那我就怎么做哈？嗯，现在的话哈，嗯 ，F 哈 ，F 现在 F 哈比上多少？比上那个 A，F 比上 A 等于多少？哦 ，F 比上 A 哈，我们就看这两个三角形。就一比上呢根号二，然后再来看哈 ，A 一比上 AC，A 一哈比上个 AC 哈等于多少 ？A 一比上 AC 哈，就看这两个三角形，哦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嘛，所以是一比上根号二，一比上根号二，然后把这两个相乘，这两个相乘以后哈，这可以约掉。就 A 比 AC，AF 哈比上 AC 哈，就等到就等于这两个相乘就一比二，所以答案是一比二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哈一比二。